女团 APIN 主唱甄恩地演员歌手身份切换自如，十一月初才杀青韩剧《Blind 局中人》，十一月就回归推出了首张个人翻唱专辑《Log》。经纪公司又惊喜宣布，甄恩地将在明年1月14日来到台北举行演唱会，场地选在台大综合体育馆，这也是他在南韩以外的海外首场演出，显露出对台湾 Panda 的重视。主打歌选自 BOSS 乐团的《Journey for Myself》。爆发力十足的唱功，营造出特别欢乐的气氛。本次演唱会主题 Travelogue 也回应主打歌名中的 Journey， 将与粉丝一起展开一场音乐旅程。而他的新剧《酒鬼都市女人们2》也即将在12月9日播出。恩地饰演的江之久在第一季与折直先生埋下的感情线也备受观众期待。